陈可辛导演执导的运动传记片。中国女排近日传出消息，巩俐将饰演女排教练铁榔头郎平一角，重要角色惠若琪将由关晓彤饰演。不过该消息引起质疑，认为关晓彤身高适应上，惠若琪应该由她本人饰演。中国女排筹备了一年多的时间，该电影的时间跨度长达40年，讲述几代女排的热血故事。为了保证比赛场景的专业性，陈可辛导演表示会有不少专业运动员参与。郎平在80年代就是中国女排的主攻手，有铁榔头之称。郎平退役之后被聘为国家主教练，获得过国际排联颁发的世界最佳教练。郎平退役的时间很早，1986年退役时26岁，中国女排横跨40年，或许会从他做运动员的时候讲起。不过巩俐的年龄不适合做运动员，年轻版的郎平在赛场上应该也会有专业的运动员饰演。巩俐更多的是演绎郎平的执教生涯。惠若琪是90后妹子，今年刚刚退役，也是前任女排主攻手。她在队期间屡获最受欢迎女运动员奖和最有价值的球员奖。作为中国女排的人气角色，网络爆料该人物将由关晓彤饰演。不过这种说法引起了网友的质疑。惠若琪身高192厘米，而关晓彤身高172厘米，在娱乐圈不算矮，和专业运动员相比就显得太瘦弱。陈可辛导演可以掌控表演，但恐怕掌控不了身高，这是无法弥补的硬伤。该片目前定档于2020年大年初一上映，关晓彤的角色并未官宣，静待下一步的消息吧。